在北京卖小龙虾这么挣钱吗？看那货币多真假，厨子说你们点的湖大732。吃小龙虾的精髓知道是什么吗？戴的这个口罩不关了。整整一打，别人店的小龙虾就少了一半，不是全宇宙的。麻辣的小龙虾啊，15块钱一个，啊，他小龙虾都是15块钱。一掰，一提，出来了吧？捏这壳两边，一捏，反过来，这不就出来了吗？像咱这剥虾的技术，还是可以的吧？你太酷了，我太喜欢你了。非常嫩啊，但是真的好辣，真的挺辣的，这不是演的啊。首先一点啊，他们家的龙虾明显的比在别家吃的那个龙虾的肉呢嫩，然后咸咸口麻辣。注意一点，他们家这个我觉得是非常辣，特别辣，辣舌头，辣嗓子眼，辣心啊。好辣好辣，他们家炒麻辣的比我下手还狠，这一盆全是辣椒，你说这下手狠不狠？这比你自己做的小龙虾来的要好吃。怎么样？呸，恶心。哎，十三香的啊，这不管什么味儿都是15块钱一只，尝尝啊。我说你这十三香也带辣味儿啊？没啥区别，就是没有刚才那个那么辣。是不是刚刚那个味儿太重还没散呀？有可能。蘸点汁儿啊，十三香的那个小龙虾也是微微带辣味儿，但是它是跟麻辣的比，它就甜口稍微重了一点点，微辣，十三香味儿，然后咸鲜带甜。你们这吃这玩意儿有最多有吃多少个了？有一个人80个吧，一个人吃了80个，80个也不算多啊。把老子的吸干了。来吧，下一个蒜蓉小龙虾，我们点了8只啊。它这肉挺饱满的。还可以，咱这包虾的技术可以吧？咸鲜口，虾肉很嫩，然后蒜香味很冲，但是他们家那个蒜香呢，蒜可能炒的不是特别狠，就你能吃出那种生蒜的味道来，还可以。这个就放在他们三个排名，你认为他们哪个最好吃？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没有什么排名啊，他们家这麻辣的是因为太辣，我接受不了。说蒜蓉和十三香呢，就是味道不一样，各有各的味儿，其实口感都是差不多的啊。他好像最少是点6个，你就6个6个6个这么点了，15块钱一个，这也着实是真不便宜。在北京卖小龙虾这么挣钱吗？在哪儿卖小龙虾都挣钱。毕竟这一条街它是3个店。刚才看一还以为是一家，好像有9个店还是几个店。小龙虾过去北京真没有，就北京就开始有马路边有那个夜市大排档，我才见着小龙虾，在那之前没见过。我以前没来过北京，这是我第一次来过北京。十三香六月黄河蟹，149。这河蟹个儿不大，黄也就看不出来太多。就像刚才说的，这个河蟹个儿不大，它的壳呢就其实就不会太硬，要我吃就直接就能给它嚼了。味道和那十三香小龙虾是一样的，咸鲜带甜，带着那个十三香的味儿，然后它也是带着一点点辣味儿的啊。这一盘40多，149，好像不便宜啊，其实没多少肉。谁会指望河蟹有多少肉啊？也就是咂不咂摸味儿。鲜椒鲍鱼仔98块钱，我看看大概多少啊？哎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。哎，他是怎么做到这鲍鱼这里边那个胆什么的、内脏什么的，人还给抠了，肉还没抠下来？你看人家里边还系了花兜，都讲究。咸鲜口，它后劲带着麻和辣，它这个麻是
应该是鲜花椒，然后辣就是那个鲜的美人椒和那个绿美人椒吧，它是应该还有小米椒，鲜辣椒的辣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这菜不难吃，它属于后劲儿挺大的那种。你们知道啊，我不是那特别能吃辣的人啊，估计你们比我都有能耐。你们行，你们来。最好吃的就是这玩意儿，鲍鱼啊。你觉得鲍鱼好吃是吗？它做的好吃。它这鲍鱼为什么也清水？就是清的呀。鲍鱼就是这样的，这壳是中药。鲍鱼壳好像叫食之名，听名字你应该能猜出它的药性。多重的病不能挡着吃。香辣美容蹄儿，58块钱，1、2、3、4啊！你看这咱数数，十以内数的可棒。我骄傲。炖得飞烂飞烂的啊，咸甜口带着一点点那个酱香，把猪蹄儿炖熟了以后，拖上菜蒸一下还怎么着，搁在这里边烤点花椒辣椒往上一撒就好了。我觉得这猪蹄儿挺好吃的，倍儿烂乎，而且炖的那个味儿也挺透的，不错。小总监，我们是下午2:30多来的，就是为了错开高峰嘛。然后你来以后我发现人也不算太少，我们一共是点了3盘虾。每盘8个，15块钱一只，一盘河蟹，一盘猪蹄儿，一盘鲍鱼仔，2杯啤水，湿纸巾收了3块钱，732。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啊。他们家这个小龙虾呢，你不要把它想得有多么惊艳、多么神奇似的状态啊，没有，就是小龙虾，挺好吃，说得过去。我个人觉得13香蒜蓉的都挺好吃，那个麻辣的太辣了，太辣了。